今天特别期待来看我的车，因为我改了一个很精致的东西 custom made 出来了，今天已经按好了，看一下它的感觉如何。然后还买了很多那个电油喉啊、水油喉啊、brake 油喉，现在我们去看看。 OK GO。这是 custom 的这个 brake servo tank， 多么精致啊！你看整个长方形这样子的样子，然后配买这个 K-Twin 的 glass pump， 几雅宅啊！冷气喉的脚也买好了，然后先搞定好那些brake 油喉，前后的 brake 油喉，然后接下来才是冷气，整体的眼睛看起来很整齐，很精致。车脚这里已经好了，看到吗 ？Casco 的 adjustable 配下去，然后整套整套车脚新新的，然后就买了这一袋水喉，哦不是油喉啊，那 SAS 的原装 fuel regulator， 然后 DW 的 fuel pump。这些 fitting 喉要把全车的那种 rubber 的喉全部换成这种 steel 的，毕竟我们的车都整三十年了，你换了这些 steel 喉给它，不新它了，换铁质的喉了，给它的 response 好一点。买了很长的，整三十折。然后还有这些电油喉，这些 high quality 的电油喉，如果你有打算做 fitting 喉的话，这种电油喉要买好一点的 quality 哦，因为如果是电油的东西，尽量选好一点的 quality 啦，因为电油是蛮危险一下的。这在我朋友的店22 Pro Shop 买的。然后买这些 fitting 喉，买了这些 fitting joint 来备这些喉的，然后给他看到眼睛整体看起来很整齐的。车脚还有轮胎 spoiling 那里全部已经搞定了，然后现在就是到那些喉的部分了。我还去上网看到这个很精致的 gear note， 买了一粒来锁我的车。哇，哎，只有感觉哦，不错不错 ，good。现在趁机会要感受在车里面的感觉先，买了差不多要一年了都没有驾过。感觉很好，很期待。现在就到喉的部分，当我做好了，我会再上载我的影片。今天就到这里先吧。